原木怎么飘到这儿来了？扎西，你来，你想干嘛？捞上来，这是咱们林场的。今天怎么了？啊？他们一直在盼着今天呢。哎，木头越来越多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哎，你看谁来了？你们在这儿捞木头，我到水银队报告。好。今天到手的货可真不少啊，那个家伙真有办法。快快，六阿叔，马队长在吗？哦，孙大亮啊。哎，我说孩子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浑身水淋淋的。阿沙河里有好多原木冲走了啊！这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自己看见的？我跟扎西还有佳佳都看见了。好，待会儿等马队长回来，我告诉他马上派人去捞啊！待会儿那原木都冲跑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么大个林场，冲走几根木头还不是骆驼身上拔根毛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要知道每一根木头都是国家的财产。这我懂，去吧啊。啥事儿跟我说也成啊，我代表了。党委让我了解一下，今天野马江有多少原木放下来？你等一等，我马上给你查一个准确的数字。这笔账啊，我管着，错不了一根，嘿嘿，一根也不会流失啊。猪马姐姐，我是大亮，我向你报告，阿沙河出事了。调度使，你不报告干啥？还不让我报告？你。叫张六娃来听电话。嗯。喂，卓玛同志吗？林场的原木都是从野马江运出去的，阿夏河从来不运木头，怎么会流到阿夏河去了呢？嗨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情况啊，我是应该反应了。你看，
这刚想反应。你刚想反应，红卫兵小将就抢在你前头了。马队长。哎，嘿嘿嘿。喂，卓玛吗？我是马哈德，哈哈哈哈，情况我都知道了，哎，我会安排的，你放心吧，哈哈。你呀，我怎么说你好啊？大亮，你们做得对呀、啊，走，我跟你上阿夏河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哎，莫名其妙。后边的跟上啊，使劲，小心，走，前面注意了啊，走。哎，嘿，哎，哎，注意，使劲，前面走。陈山野，啊，大亮，干得好，像个红卫兵了。我呢？你呀，还差三年呢。长高了。咱们的佳佳一定会当红卫兵的啊。水云队的人找到了吗？来了。青山阿伯啊，大亮跑得真快，我来晚了一步。原木怎么飘到阿夏河来了？是啊，我们工作上有疏忽啊。使劲来。哎，好。哎，加油啊。哎哎哎哎哎呀，哎，加油啊！哎。在你们这个年龄就给资本家扛木头了，这胳膊上只有皮鞭子印儿。我看看，哟，还是金字儿呢。奶奶看着欢喜吧。欢喜欢喜。陈山野，嘿，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代比一代强啊。对，快坐下歇会儿。好好。坐。你呀，又管林场又管学校，可把老头累坏了。坐。老姐姐不累呀、啊、看着这些国家的小主人乐都乐不过来呢。说的是呀、啊、大叔啊，听说咱们林场最近又有原木流失啊。我叫马哈德去查了。大老孙，咱们林场又接受一个光荣的任务啊。哦，部队上正需要一批战备木材，单位研究了，准备开个誓师大会，全场总动员。嘿，带劲儿，走，给大伙谈谈去。老姐姐，有空再来看你啊。哎哎哎，嗨，连口茶也没顾上喝。阿西，快走。哎，小扎西，吃了馍馍再走。小扎西，佳佳，佳佳，这老老小小的怎么说干就干？我们呢先去找郑老师。扎西快说，你同意不同意？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哎，你同意什么呀？这是军事秘密。还军事秘密呢？我都知道了，我也要去。嘎不点儿的，你去干得了吗？你看我比你还高呢。看你急的，也得等我们商量商量啊。好，你们商量吧。你背过身去，不叫你啊不可以回头。背就背，快走。哎呀，走啊你。郑老师怎么样？这个想法很好吧？要是全校同学都能这样过暑假，到三大革命大课堂去锻炼，领导上
一定会同意我们的。嘿，哎，小夏夏怎么没来？人家不是说你们是一根藤上的三个瓜吗？我们家家太小了，还贪玩呢。郑老师，郑老师，我也要去。郑老师，你说呢？你不是红卫兵排长吗？你决定吧。哎，我还要考虑考虑。举手表决。好，举手表决，同意佳佳去的。嘿，不干不干不干，你们两票，我一票。啊，同意了，同意了。战备军用木材，时间紧，数量大，这是给你们新建林场的重担子，又加码了。没问题啊，你们林场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地方，这里的回族、汉族、藏族工人同志们继承了长征的精神，团结战斗，艰苦创业，我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，也要发扬这股精神，筑起钢铁边防线。那些叛徒、卖国贼、苏修新沙皇，谁敢来碰一碰，就将他头破血流。继承长征精神，打倒新沙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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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解放军学习！向解放军吃鸡！向解放军吃鸡！我们运输队向厂党委和部队首长保证，一定提前完成任务。嘿，请伐木工队的同志们注意了。我们要向你们挑战。师傅你快去啊，师傅你就去。说说来吧，什么条件我全包了。向你们学习。看你爸爸多带劲儿。水运队的敢不敢应战呢？你们是铁打的，我们就是软棉花捏的。我们水运队保证不拖后腿，把木材按时送出去。老马啊，还要解决原木流失问题啊。对对对，这批木材是战备物资，我马哈德保证绝不让一根木头流失。同志们，咱们这个会开得真热火啊。这批战备木材我们保证按时送到边防去。对，经过批修整风运动，咱们林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啊。可是在大好形势下，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。不要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敌人并没有睡大觉啊。我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，加强林区的管理，坚决堵住原木流失。秦山爷，我们要求请战。看你儿子。我们请求看守阿夏河，再不让原木冲走。你看大亮，青山爷会同意吗？老马啊，哎，这是你的职权范围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这太好了，我坚决支持。哎呀，瞧，我阿伯也支持我们。我说小将们，能成吗？同志们，你们看好不好啊？好。你们向大家伙说一说，你们凭什么条件接受这个任务啊？看守阿夏河，我们有三个有利条件。第一，我们从小在林场长大，能上树，能下水。第二，守河口，捞木头，这技术都是你们手把教我们的。第三，秦山爷，第三该你说了。为什么呀？咦，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叔叔请战的时候，第三个条件不是参谋长带他说的吗？哎。我说
第三个条件就是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。向卫兵向前挺起！向卫兵向前挺起！武汉人民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武汉人民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！听说这样的刺刀只有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才有，可稀罕呢。哎，说不定青山爷叫咱们来就是要把刺刀送给咱们呢。哈哈，青山爷。哎，小杨子荣们都来了。哎，看一口子。哈哈，青山爷到底叫我们来干什么？真急人。别急，咱们再等会儿。孩子们，来坐下。孩子们，你们就要单独到阿夏河上去战斗了。我把小红军的故事给你们讲一讲。哎，好。这红云峰原先叫乌云岭，那一年毛主席率领着红军万里长征过来了，我一听到这个喜信儿，就翻山越岭去迎接亲人。可是，在半路上被反动派给抓住了，他们毒打我，把我扔下了乌云岭。红军前进，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在这个紧急关头，小红军主动请战，
爬上乌云岭背后的悬崖，去炸掉敌人的碉堡。这段路多艰难呐！但是我们的小红军他爬上去了，冲上去了。学习小红军，听毛主席的话，把红云峰的战斗进行到底呀！青山爷爷，红云峰的坏人不是都叫红军消灭了吗？是啊，没有坏人，这仗跟谁打呀？没坏人啊？有，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碰到？佳佳，让青山爷给咱们讲讲。今天的坏人到底是啥样呢？大亮提这个问题可把我老头给难住了。小红军那时候打的敌人好认，那不他们头上戴着国民党的帽子，穿一身黄狗皮，手里拿着刀枪，到处杀人放火。可今天有些坏人，他们戴的穿的和好人一样一样，这就难认了吧？嗯。哎，你们看，那只小鹰飞得多高啊！它要不是在风里雨里飞呀练呐，能有那么一副硬翅膀吗？红卫兵，只有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，才能练出一副火眼金睛啊！这就是你们要去阿夏河上的一门主课呀。太阳照心中，我们是林海乡亲宗，迎着风雨。
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，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怎么样？呵，今天写的可认真了。本来嘛，你先别高兴，不光要会写，还得要会用。你说说，怎样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？当上红卫兵就是接班人啊！当上红卫兵就是接班人了。你再往下看，毛主席还说，接班人要在大风大浪里才能锻炼成长呢。咱们呢，可得好好锻炼锻炼。哎，你没听说，别的战斗小分队都要跟我们挑战呢？哎，就是要跟你们挑战。呵，来吧，什么条件我全包了。你们都好吗？好。郑老师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坐吧。好。郑老师，坐。好。喏，大亮，针线包。哦，这是你们的暑假作业。嗯。郑老师，你看。这个我包了。啊，这小木屋里可真热闹啊。阿婆，王队长，佳佳，你大伯来了。哦，马队长你也来了。啊，阿婆屋里坐。啊，好啊，佳娃子，给。这是从城里捎来的。马队长。哎，啊，扎西呢？站岗呢。叫他来，咱们开个小会儿。开会。嗯，好。家娃子，想家了吧？不想。啊，嘴馋不馋呢？不馋。哈哈，跟阿伯可得说真心话呀。我弄的点你喜欢吃的，晚上上我家来。今天晚上轮到我站岗。哦，那不来啊？不来。好，家娃子经得起考验。哎，你都把鸟夹子带来了？嗯，站岗的时候可不能贪玩啊。我可没贪玩，这几天连呱呱鸡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嗯，马队长。啊，马队长，马队长，啊，我们来了。啊，坐坐坐坐坐。我先检讨啊，你们上阿夏河来好几天了，马伯伯啊，一直忙得没时间来看你们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来慰问慰问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吗？没困难。啊，马队长，这几天没发现什么情况。好啊，阿夏河有你们守着，我这个当队长的就算放心了。佳佳表现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啊，对他可要要求严格呀。啊，我去看看。扎西啊，扎西。嗨，这都放暑假了，别搞得太紧张啊，要注意休息。你在这儿看什么？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。我是统计员，看看这堆木头都不成了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哎，怎么了？走，我去看看。跟我找大亮去。你别拉我呀，你咱们屋里说。走。哎哎，走。张立王，你别拉我呀，你。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你看这。上回原木流失我有责任。嗯，你批评的对呀。嗯，今天我说来关心关心阿夏河，哎，他们倒跟我吹胡子瞪眼。那你应该跟大亮他们打个招呼啊。你呀又错了。好好好，我又错了。哎，小哨兵们，对不住啊，以后打招呼。你回来，刚才你还对扎西说什么？刚才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回来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让他去吧，待会儿上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这个人啊，就是嘴上没安拉锁，胡说八道的。
缰绳系在木头上，谁要来动木头，谁保准能把他吓跑。你点子真多，是扎西想出来的。那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。原来是你呀，哎，哎，快起来，出事了。雪豹追回来。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你是怎么回事？我在站岗。雪豹阿罗，雪豹阿罗，给我，给我。挂在这儿，叫他做反面救援。马队长，怎么了？啊？吵嘴了？守好阿夏河，木头是我站岗，木头丢了。啊！唉，你们这些孩子，唉，大会上当的全林场人说的多响，连阿伯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彩。这下可好，看你们怎么向青山爷交代。好了好了，
假娃子，别哭了。大亮，你也别太难过。都怪我当初表态表得太轻率了，好心让你们来锻炼，没想想你们到底还是孩子。这些木头丢就丢了，青山岩那儿我去说，都记在我的账上，当作水云队工作损耗算了。工作损耗算了？不算又怎么的？你知道木头是怎么丢的呀？说不定又是水冲的呢。是有人偷的。你看见了？大亮，这可不能乱猜疑啊，事情要有领导上来查嘛。啊，反正这些木头冲到哪儿也出不了咱们国家嘛。什么？扎西，你们守在这儿，我去一下。对你要严格点吧，叫你别贪玩，别贪玩，上任才几天就丢了国家木头，连大亮扎西都得陪着你做检查。你瞪什么眼？别以为阿伯会替你说话，自己闯的祸你自己担着。佳佳，你站住！你把袖章摘下来，别给红卫兵丢脸。这些个娃娃家呀，一个比一个犟。我说是有人偷的，可马队长偏说是水冲走的。我都知道了。大亮，你赶快回去找佳佳好好谈谈啊。好，我走了。是，得想个办法。同志们，军用木材的任务要提前了，为了不影响野马江赶漂的正常生产，水运队的工人们向党委提了个建议，开辟一条新的水路，把军用木材整批编伐从阿夏河送出去。阿夏河？我们要打通阿夏河。对，我们要让这条沉睡的河为社会主义服务。不过阿夏河的水情很复杂哟。是啊，同志们，阿夏河下游水流急，航道险，还有暗礁，困难不少啊。不过我们一定要打通它。今天阿夏河的原木被偷了，看来有人想在阿夏河上打鬼主意啊。老马，他来啊！老马，哎，啊，等等啊！阿伯，啊，我迟到了，迟到了！阿夏河那儿，大亮他们吵的吵，崩的崩，搅成了一锅粥，都快散摊了。哦，我听大亮说了。青山大伯，哎，老马，啊。你看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？让孩子们去办事儿，究竟不牢靠。哎，你那天不是说太好了，我坚决支持吗？这，那天我可是好心呐。那是不是把他们从阿夏河上撤下来呀？不不不，我可没这么说呀。这是新生事物，培养革命接班人嘛。我可不当对立面。
你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？我是反映情况，提醒领导上考虑嘛。阿伯，您说呢？我说呀，大亮他们干得好，他们在阿夏河上摔打摔打，能长才干呐。你说他们办事不牢靠，我不是他们把住阿夏河那道关，那些个头木头人的狐狸尾巴就露不出来了啊。对对对，阿伯啊，还是您老想得远呐。那好，我再去做做他们工作。他们自己会上好这一课的。我们怎么办？你再去找找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。听说阿夏河又丢木头了啊？上回那边没人看着，丢了几根木头。哎，你们大亮就告了我一状，说我不关心国家财产。这回啊，木头是从你们眼皮底下丢的，你们又该怎么解释呢？还什么三个有利条件呢？佳佳，你别管我，木头是我丢的，就是到天边，我要把它追回来。追回来？这没你抓蝈蝈鸡那么容易。晚上值班的时间，你对别人说过没有？说了。谁让你说的？怎么了？我只跟我阿伯说过。那你阿伯还会不会告诉别人呢？哼，你连我阿伯都不相信，这是咱们的纪律，你这是破坏纪律。你别跑，你再跑我还是要批评你。咱们是怎么侵占的？你忘了，站岗抓蝈蝈鸡，说你还不服气，就这样，还想当红卫兵，还想学小红军呢？啊！佳佳，佳佳！
西，你要上哪儿？我说不叫佳佳来，你偏同意他来，这下倒好，我们守阿霞河才守三天就丢了原木，你知道人家会怎么说我们？这儿，我待不下去了。你不能走啊！你放开我，我到别的小分队去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到哪儿也比在这儿受窝囊气强。嘿，站住！站住！扎西，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扎西，你抬头看，我们要向小红军学习。现在有人从我们的手里把国家的木头偷走了，扎西，你说不把这个坏家伙抓住，咱们能走吗？阿夏河，可是你们坚持下来了，我看这就是个大胜仗。这算什么大胜仗啊？要是把偷木头的坏家伙抓住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胜仗呢。可这坏人太难认了。来，认一认，这是什么木头啊？啊？这是云杉，这是冷杉。这哪是云山，哪是冷山呢？怎么刚才一认就认出来了？刚才没树皮，一看木纹就知道了。青山爷，你是说看人也和看树一样？对，
对呀，你们想想看，坏人为什么能混在好人中间呢？就因为他们身上有一层伪装，他们当面说人话，背地里干鬼事，接近敌人狡猾得很。我们可不能太天真呐，啊！木材是战备物资，我马赫的保证，绝不让一根木头流失。反正这些木头冲到哪儿也出不了咱们国家嘛。青山爷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不能太天真了。我们三个一定团结起来，把那个偷木头坏家伙的皮给扒下来。这就对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阿夏和尚的争夺战已经打响了，军用木材的任务又提前了。单位研究，打通阿夏河，开辟新航道。新航道，哎，金山爷，快给我们讲讲啊！哎，金山爷，到这边来给我们讲讲。来，快讲啊！坐下，给我们讲讲。坐下，快讲。快讲啊！好。新航道要是打通了，那些个想在阿夏河上打鬼主意的人能甘心吗？他们还要耍新花招。党委研究了，为了麻痹敌人，阿夏河口仍然由你们三个人把守。红卫兵们要揭开阿夏河的秘密啊，懂吗？啊，懂。学习小红军，跟着毛主席，把红云峰的战斗进行到底。洗的吧，算不上先进，只提前三天。瞧，这么多的木材都等着从阿夏河里运出去呢。青山爷，打通阿夏河还能快一点吗？嗯。小杨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动作慢了，可当心挨板子。放心吧，万事齐备，只欠东风。后天接我一班奖啊，好消息就上广播了。好好好，哎，再见啊。好，辛苦啊。青山爷叫我们在这麻痹敌人，你说坏人还敢来吗？咱们白天黑夜的守着，他还敢来？咱们可要提高警惕。对，提高警惕。这回呀，就是再来十个呱呱机，我也不上当了。好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晚上不在外面站岗了。那怎么行？要是有人来偷木头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张西，哎，有了。有什么？什么有了？待会儿再谈这个，先说站岗的事儿。扎西，你把马铃铛摘下来，干嘛？装个警报器。嘿，抓偷木头的坏蛋喽！哎呦哎呦，交枪不上。好了，红卫兵优待俘虏。大亮，你那点子真好，说干就干。我来摘马铃铛，我去抢布领千丝。哎，千丝，不用了，我去拿。哪儿去拿？你不用管。
马队长啊，阿夏河的原木钱啊。你那份我给你存着，省得你乱花，让人看见了。辛苦了，留着晚上喝两盅，60度。刘娃，刚才你的调度事还没有说完呢。老胡干嘛非要今天亲自来呀？现在风声紧了，上回那批木头人家一个劲儿的查，老胡干嘛凑这个热闹？他不来不成啊，山下头啊让人查出个大漏洞来。现在得赶快拿批货去赌。老胡的胃口也太大了，一个法子的军用木叫我飞过阿夏河去啊？木头运不出去啊，老胡可翻脸不认人呐，到时候咱们大家都没好果子吃。阿夏河过不去呀、啊。哎，现在还是那三个娃娃守着。哎，这还倒有点希望。你可别小看他们啊，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，阿夏河这些娃娃这儿可厉害了。大人倒叫娃娃给制住了。刘娃，说句心里话，我马哈德看了这么多年的老林，过去是满山的木头看得见，捞不着啊。如今官虽不大，油水可捞了不少。我这好日子刚开头，就这么完了。咱弟兄俩不能让这三个小毛孩子坏了咱们的事业。阿夏河一定要掌握在我们手里。哎，老马，你说。刘娃，咱们得干下去。只要我老马混过这一关，就有你吃香喝辣的。来，干！干！哎，刘娃啊，我在家里等老胡啊，别人问起你就说我病了啊。啊，行，哎，对对，啊。青丝，喏。你拿青丝干什么？拿去玩玩。好，拿去吧，别再贪玩啊！再丢了木头，阿伯可不饶你啊！哈哈。阿伯，你怎么不上班，回到家里来了？啊，嗨，阿伯真倒霉啊，在关键的时候病了。哎呀，什么病啊？这儿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。
钱呢，可多了，我从来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。我去给你们拿工具。佳佳，嗯，还有什么情况吗？哦，还有，他说他病了。哼，我看呐是装病，一嘴酒气，刚跟张六娃喝过酒。他们真是一伙的，大灰狼勾上了老狐狸，那钱准不是好来的。走，咱们捅他马蜂窝去。哎，他不是说他有病吗？咱们假装探病去看看他。好好，现在就去吗？哎，那我也去。好，让我混过这一关吧。马队长，听佳佳说你病了啊。是你们呢？我抓了个呱呱鸡送给你补补身子，看啊。佳佳好啊，知道心疼阿伯了。给我吧，待会儿我炖了吃啊。你是病人吗？我们来给你炖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炖。那怎么行？真调皮，你看我阿伯又贴了面新镜子。什么事儿啊，你们这么高兴？嘘，轻点，你阿伯有病。嗯，你干什么？找火柴给你炖鸡。算了算了，你们不会炖，还是办你们的事儿去吧。佳佳，这儿有火柴。我有病，心里烦，现在不想吃，你们走吧。现在不吃，等你想吃就没了。马队长。哎呀，让我静静的躺会儿，别打搅我。你病了，也没人来看你。没有。张六娃也没来过。张六娃平时老跟着你，你病了他倒不来。来来来，跟马伯伯说说，你觉得张六娃这个人怎么样？他的事儿你还不清楚？什么事儿啊？阿夏和袁木的事儿呗。哦，跟他有关系啊？可不，袁木丢了，张六娃特别高兴，好像那些木头都冲到他腰包里似的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别看他笑眯眯的，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，鬼主意特别多，再这样下去啊，非掉到泥坑里不可。什么泥坑啊？资产阶级泥坑没？哎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你呀，你是故意不说啊？你包庇他。我包庇他？我怎么包庇他了啊？哼，你回来。你急什么？跟马伯伯谈正经事，要严肃一点啊，说吧。你是张六娃的领导，他要是坏人，你还不得做检查？所以你才说不知道。你这小脑袋里不但怀疑张六娃，还怀疑我吧？你真想得出来！好好去吧，去吧。鸡还没炖熟呢。我去。马队长，哈哈，啊，坐吧坐吧。你要的那副草药，我还没弄到手呢。来来，哎，山底下家里人病得厉害，
就等这副草药去救命呢。你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也病了，活动都不方便呢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阿伯还懂草药呢？久病成医嘛。我给你开个方子吧，你自己去配配看。小朋友，念几年级了？初一。你是哪儿来的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是山下来的民工，你怎么会认得呢？啊？你看得懂吗？半，这是半夏三钱。哦，夜交，这是什么字？夜交藤五钱。哦，半夏，夜交藤。第三个我认识，叫来夫子，对吗？来夫子，对对，阿伯会几个秘方，以后你也学学啊。谢谢，谢谢了，小朋友，再见了，配不着，明天再来找我，明天。好，好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，别走啊。你帮我到医务室去领点药来。你不是会几个秘方吗？你自己治吧。走。那个人临走。马哈德叫他明天再来。什么事儿？马哈德生病，张六娃下山，又有什么新花样？哦，青山爷，这是我记下的药方，你看有什么名堂。这里面有文章，你抓紧做张六娃的工作。哎，你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，咱们俩干的事儿啊，到这儿算一段吧。佳佳，你再说下去，后来马哈德怎么办？马哈德傻了，瞪着大眼儿，硬唾沫，看着大亮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大亮可真行，我阿伯不，马哈德。心里的病啊，都叫大亮看出来了。嘿嘿，成了！佳佳，你今天也干得挺不错吧？跟大亮学呗，他嘴那么一撇，我眼就这么一眯。扎西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呀，就叫做密切配合。我懂。哎，大亮怎么还不回来？小山鹰。Yeah!
半夏夜浇藤来夫子，半夜来。哼，这是暗号。青山爷，嗯，张六娃来交代了，马哈德和姓胡的今天半夜要偷法子。偷法子吗？好，马上集合民兵。是。哎，注意保护孩子。哎哎，走。没人站岗啊，有埋伏。你去把他们堵在屋里。要堵不住呢？堵不住也得堵，不能让他们出来。好，你们三个人都在屋里啊。啊，马队长，嗯，你的病好得这么快？自从上次丢了木头，我对你们这儿老不放心呢。你对木头可真关心呢。哪里哪里。马队长啊，你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偷木头。哎哎，不用不用，大亮，我刚从外边来，没事儿。哦，扎西，你给马队长倒杯水喝呀。哎，喝吧。啊，哈哈。马队长，嗯，你刚从外面来，没碰上呱呱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冲！哎，扎西，不许动！大亮，出什么事了？你最清楚。没关系啊，你还要耍花招。张柳啊，我接发，
我呀！啊，马哈德，啊，你表演够了吧？文化大革命培育的红卫兵小将，揭开了阿夏河的秘密，早就识破了你这个两面派。他披着国家干部的外衣，干掉资本主义的勾当。你想阴谋霸占我们的阿夏河呀？哼哼，这是妄想。资产阶级在哪里进攻，我们无产阶级就在哪里击退的。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，我们将一代接一代的战斗下去。好，这回啊，该给你们讲讲红卫兵的故事了。孩子们，你们的暑假快结束了，你们在阿夏河上这一课上得好啊。哎，你们说说，都有哪些收获呀？收获很大，收获很大。你说呀，哎，你说呀，大亮，你讲。你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的说呀，大亮，快说。青山爷，第一，我们把阿夏河的秘密揭开了；第二，马哈德的树皮给扒下来了，他就是混在好人堆里的坏人；第三，又该我说了啊！好，我说，第三，不管敌人有什么样的伪装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都能识破他。当年小红军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，今天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用自己的战斗使红云峰更加光彩了。记住毛主席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长征的路并没有走完呐。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，把红云峰的战斗进行到底。